这个美女，今天你就是你的啊！这个敢不是顶家你讲的诈骗集团？不对，王检举的，就是相片这个查某，伊参加婚友社四个交朋友，还佮共诈骗，佮人来投资。我有查过，今天你也来这做业绩，等下咱两个抓到了后。 才会向电话对查，看赵西华文的业者到底是啥。想做嘛，刚刚卡只讲，我惊死嘞。工作哦，嘛是一种成就。若要规工坐办公室看工作哦，不如潜心落海。安尼死吼，你的感觉嘛会拍开了。等下看你了。 这是我的查某囝高维云呐，啊，我有替伊报名。这是你的名牌，活动开始了后，你会当寻找有好感的查某，先开讲，啊，听到铃声就活到。维云今仔日我就是来交一个尽孝流程，无当结束就无我的代志啊。想要高维云，这里滚无偌久，竟然这里紧就想要找新的男朋友。 伊身躯边面面着我，对啦对啦，伊敢是甲我当作小弟尔，我是袂晓抓个遮大头假币啊！我先生，阿玲在伫遮？我来做社会观察家，我个少年。 讲到这样好听，明明前几工才甲我咱在哭，一话头就来穿个什么婚友社，根本就是要来找女朋友，搁想要骗我，到底甲我当做啥？讲过话搁想早，我只是想要来找一个考的时阵，会当借人家桃花我看人。那无你交男朋友有啥物条件啊？你讲我听看卖。条件哦，嘛免想好啦，啊就年薪百万，有房有车，有六块肌，搁会当了解查某人在想啥，你就好啊。 你要求干想怎样？敢会？那袂？啊，参照你拄则讲的迄款哦，条件遮尔好的天才，早著去互人抢走啊，哪有可能拖到即马无女朋友？除非是渣男。无错，啊，这也会当互我搁较好的生活，你着好啊。我本得个廖春公哦，你经过黄医生的代志，会变较务实一点。想袂到，你竟然遮尔肤浅。 对哦，你较高尚，无你讲啊，你找女朋友条件啥哈？对你回表大姐姐，独立坚强，对工作哦，还有这点干。上好是哦，会晓听人讲话、讲心事的好查某囡仔。这条件根本就是我，啊是较好，还是？高维云哪会来婚友社？绝对是知影信男要来哦，假错才会跌入来。 就讲安尼嘛好啦，至少哦了解对方的心意，只要信下卖耽误清楚安尼就好啊。好啊，请大家话到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好，我叫王永成，请问要怎请好你啊？ 叫安妮就好啊。安妮实在你好，啊，毋知你是做虾米工作的？我是伫咧做投资理财。小姐，你是我看花上水、上有气质的小姐呢，好佳哉我有来，若无我就错过你啊。
我无遮尼好啦。有，你就是我心目中的牵手。希望你会当给我机会，甲你讲。这杜启明就认定魏云是你袂爱的人。我听你伫讲放假，这根本就是渣男的报数。王三喜，王三喜，你是在看啥？啊，无啦。啊，你拄则讲你是做投资理财，啊，拄好我最近哦对投资嘛做有兴趣诶，啊，你敢会当给我一寡指点嘛？遐无，我最近诶股票要做侪，啊，拢赔到准备走落来呢。那安尼哦，得看你诶表现啊。唔知呀，你敢会晓看秋香？王姓汉，我了总讲你是直男癌末期病患，想袂到你是看对象俩，对我诶表现就是直男。对白查某人的表现就是情圣。那你即马敢写单教我要怎投资理财啊？我家拄好有一挂商品，会使互你做参考啦。证据确凿，谁来啊？不照顾，调阮来地检署配合调查。多谢你到三哥，要无就会走起来。哦啊，我只是想想，卡算窜出来活动一下，想在伊就活动。你别笑。非礼啊！非礼啊！非礼！你敢想想坐啊你？我真正家己的，你还会记哦？啊，平常时是无得用啊，拄只熊熊会出招，应该是身体反射动作。嘿，唔只狗啊，这紧都找到土地啊！啊，师，你莫甲我亏啦，我拢在钓你干什么土地啊？啊！不过我有摘掉上辉和美丽女士。哦，昨天来啊，阿姨都困去，你等下入去，卡细声。多谢你。说什么多谢啊？我只是照顾我妈妈。你甲小春这时也上班，啊我暗时才上班，都好难会当轮班。那呢，我先来走。冬雨，咱结婚好不？结婚？你是在讲啥？你搁想要娶我？当然，我若是要结婚，我想要娶的只有你一个。这明明就是陈子伟编啊！我可是讲是周夫人假的，还是你叫周夫人负心啊？周夫人，你这么着急想要结婚，唔就是想要替阿姨生气？子伟，我知影你足烦恼阿姨的，我嘛同款。啊，不过我相信阿姨一定会平安无代志，你无需要为着阿姨。伊做重启这件代志，也袂去你家己联系。而且，咱连男女朋友都唔是，所以你以后莫再讲这件代志。冬雨，在我的心内，你从来都唔捌甲我分手过，我一直足爱你。若是会当娶到你，我将来感觉足幸福的。那也是赔偿我家己的人生。你拄则讲，你是咧照顾家己的妈妈，那安尼你感觉会记？我捌答应过阮妈啥？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冬雨，袂让你另外一个查某囝
受着委屈。冬雨，我想要跟你结婚，唔单是为着要重聚，嘛是要完成我心内的愿望。我想要照顾你一世人。这个手表啊，你敢愿意搁挂起？我即马伫个会馆做公关，无参照以前迄个做业务经理的李冬雨，需要常常看时间挂行程。我即马叫做 Yuki 的手。无挂表啊，干那挂只金质的手链啊。而且 Yuki 今仔日暗时有足侪预约，所以我要先来去上班啦。奶奶，我等你下班，我去叫你送你回去。陈子维，我拢讲到安尼，你敢唔生气哦？我想怎要生气？这是你的工课，只要你人无危险，我拢接受。你，说啥个？我不爱甲你讲。这个，刚一定还是冬雨姐，那是要重去，我嘛应接。这个票啊。冬雨姐，别挂，我挂。哦，就这样呢？你做啥刚怕？今仔日老话这是陈小春，我赶快会甲怕，叫伊较清楚，莫甲感情用伫咧唔对的人身上。你家己较爱清楚。人冬雨姐明明就讲啊足清楚啊，伊无要回头，你家己阁想袂清楚，而且阁一直甲我翻面面卡。对，我知影我家己唔清醒，啊，不过唔是我无愿意行出来，是冬雨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，伊就亲像我心内一块肉，若是去互挂走。我都无命通活。啊，不过你明明就要放手，让冬雨姐离开。我是让伊人离开，啊，不过我心内李冬雨一直拢伫个。伊即摆身躯边无人啊，不管伊可要爱我无，我嘛是会陪伊等伊。安尼你敢袂就痛苦？所以你唔通饿我。你是不是来看我妈的？走。紫薇，你要讲到什么时阵？你安尼，我要什么时阵才会当原谅我家己？你敢知影？只有我原谅家己。才会当回去你的身躯边。哎，冬雨，安尼该怎徛才靠？是阿姨因？哦，不是啦，阿姨无代志，伊正在休困，紫薇拄入去。所以你靠是因为紫薇，是安怎？你俩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代志啊，我是目睭疼啦。先生小弟，我先来去上班啦，明天回馆见。